十分钟。梅门仪器流行，李凤山师父平甩养生法，甩掉病气，甩掉阻碍，甩出健康，甩出幸福。现在一起来练习，双脚平行，与肩同宽，轻松站定。每回甩到第五下的时候，膝盖轻松地弹两下。平甩预备，呼吸自然，双手平直前伸，与肩同高，微笑放松。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听数数的标准节奏，轻松的甩。四、五，第五下膝盖往下蹲，要轻松。三、四，从头到尾都是鼻吸鼻吐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把脑子的琐事通通都暂时的放下。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面带微笑，一、轻松愉快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，两手向中摆，自然摆荡，越规律。越能够带动气血循环。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，继续稳定的甩。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甩出中正。一、二，甩出规律。四、五，一，甩出平衡。二、三、四，甩出稳定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甩起敏锐，一、二、甩起感应，四、五，一、甩动人心，二、三、四，甩动爱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甩之始平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甩之始顺。五、一、二、甩定当下。四、五。一、甩定融洽。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平易近人。三、四、五、平淡清明。二、三、四。平铺直叙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平步青云，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吃素锻炼，一、二、三，轻盈体魄。五、一、发大心愿，三、四、五，自助助人，二、
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随时随地，二、三、四，掌握节奏，五、一、二，最佳缓冲，四、五，完全补充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看似平凡，三、四、五、练就不凡，一、二、三、简易纯净，五、一、创造奇迹，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不怕不到，四、五、一，就怕停顿，二、三、四、想要好运，一、二、天天运气，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，由外到内，四、五、一，表里如一，三、四，由下而上，一、二、三，整齐划一，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做自己最好的医生，三，在根本上加强本质，一，改善体质，三，变换气质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甩出恭敬的心，五，一，甩出感恩的心，三，四，让心灵完全敞开，二，让人生充满智慧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大家天天平甩，快乐紧紧，二，三，甩出全球健康，五，甩出世界和平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一，甩得很好，三，四，好，慢慢停下来，眼睛轻轻地闭上，面带微笑，放轻松，把气调匀，来收工，享受身体的脉动，享受呼吸的稳定，享受在规律中自我控制的喜悦。一气流行，一切顺利。好，眼睛慢慢张开。今天就练习到这边，一起来尊师重道，
拱手作揖，谢谢师父。